China in the WTO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. It i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members at the WTO. 中国人长期排斥在世界经济这样一个主流之外的这样一个时代，必须解决。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so agrees. 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。水安这是经过那么多年的谈判，相当的艰苦，中国终于回到了世界经济的大舞台。一个汇集到19亿人口、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万亿美元、贸易额达到4.5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，双方对超过90%的产品实行零关税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于今天上午在上海浦东外高桥挂牌会议。Diversify it and will make its composition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global currenci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.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5号表决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》。贸易自由便利、投资自由便利、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等11个方面，共39条具体政策。20年来，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，中国愿同各国一道，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。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。